老板，我要一份口袋馍。嗯，要什么菜？加一份里脊肉，加根香肠，加个鸡蛋。要卤蛋还是煎蛋？煎蛋吗？菜要什么？土豆丝。豆腐皮呢？大豆芽啊。对。来一勺辣椒。加了六种配料的烤蛋馍，看着很有食欲，不过翻炒。这一份是多少钱？十二。它是三分三份。下面有那个价格。你看你选什么菜就什么钱。满满一口袋，这一份量十二块没话说了，一个吃饱了。抖音。